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木。今天呢，要教大家来勾这个树叶、花边、树叶、花边。首先呢，准备线，然后勾八个锁针。然后我们倒回到第二针这里，绕线勾出，再绕线再勾出，第三个线圈，这个勾针上的第三个线圈要比第二个线圈要长一点，然后下一针要更长一点，然后下一针还要更长一点。现在有五个线圈了，然后有六个线圈，这个第六个线圈是最长的，六个线圈，然后到第七个线圈，我们就要把它缩小一点了，那就少一点，然后第八个线圈更小一点，然后我们两两退出。绕线，两两退出，绕线，两两退出，两退出，然后转过来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第二个线圈拉长一点点，第三个比第二个更长，然后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，第六个是最长的，然后第七个缩短一点，第八个最短的，然后两两推出。这个其实就是阿富汗针法了，最简单的、最基础的阿富汗针法。这样两两退出，两两退出，两两退出，然后转过来，咱们勾这一条线，跟还有这一条线，同样两两退出。这样一个树叶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继续锁八针，四五六七八，同样的挑，然后两两退出，然后转过来，像这样一样的勾出，勾出，勾出，勾出。反正你们就记得，就是第六根这个线圈是最长的，第六根以后我们就要缩短，好，缩短，然后再两两退出，然后转过来挑这一根跟这一根。
同样的，两两退出。哎呦，啊，就好了，第二个输液就好了。然后还是同样的锁八针，然后就按照这个步骤操作，你想要勾多长你就勾多长就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